好，这趟山区的救援任务是协助两名法国人，两名登山客从法国来到台湾登山，昨天晚间八点多透过朋友报案请求协助。Can you walk by yourself? 你真的可以飞了。 OK。 消防队派了14个人上山找到人，顺利把人带下山。法国登山客是攀登峻大山，原本要从峻大林道返回，但是回程的时候一次迷路，偏离了原本的计划路径，这一走走到了开高山，因为体力不支语言不通，透过朋友跟台北的119求救，台北消防局转报南投消防局，赶快派员上山。有两位跨国籍的登山客，那在我们南投县信义乡开高山的步道上，因为体力不支等待救援。他们在山上待远的时候还披上了保暖的救命毯，消防队员顺利找到人，两人身体并无大碍，可以自行行走。深夜11点半返回到东埔派出所，在稍作休息之后自行离去，平安返回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